圈中一些明星们发展都是非常不错的，他们如果颜值以及演技都在线的话，资源是非常好的。比如说我们国内的娱乐圈有很多明星都发展得不错，想必他们一年的年薪都要上亿了吧，这是我们普通人想都不敢想的。但是有的时候因为一件事情也会给他们的事业带来很大的转机，如果影响较大的话，还会导致他们的事业